今天分享一个方法，呵护自己的耳朵，鸣天鼓，双手手掌伸开，把手掌放在耳朵上捂住耳朵，然后呢，我们食指在脑后相对，这时候伸出您的食指，其他的手指呢，都贴在头上，只用食指来轻轻地点击我们的后脑勺，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，好像是有打鼓的声音一样，耳朵里面能听见咚咚咚的声音，这个动作就叫做鸣天鼓，连续做鸣天鼓30次。